准备材料：酥脆炸年糕食谱、100克普通面粉、50克黏米粉、30克玉米粉、1TS 批发粉。110克水，搅拌均匀，以 TBSP 玉米油继续搅拌均匀。放置15分钟，开中火油热锅，沾上面糊，转换小火炸。炸至金黄色翻面，测试熟不熟，熟了就可以捞上。简单完成喽！喜欢我的食谱，记得按赞、关注与分享。